一江春水连云贵相悦，半挂云帆达港澳东盟。北部湾经济区携手西江经济带，以一发展实现双核驱动，犹如插上一双金色的翅膀。目前，广西正全力打造食品、汽车、石化、电力、有色金属等14个1000亿元产业，大力培育新材料、新能源、节能环保、海洋经济、生物农业等10个战略性新兴产业，并重点推进广西钦州保税港区、广西平祥保税物流园区、南宁保税物流中心、中马钦州产业园等园区建设。12/5期间，广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将达6万亿元，近3000项重大项目，3.7万亿元总投资，为投资者创造了无限商机。优良的投资环境，叠加的政策优惠，高效的政务服务，为客商提供了广阔的舞台。世世代代的广西人用心血和汗水编织的美丽壮景，它寓意着幸福，饱含着希望，正期待与您一起完成。现代、民族与时尚在这里邂逅，机遇共享，合作共赢，开放包容的新广西，期待与您共创奇迹。相约广西，拥抱未来。